Grüß. Hat sich das Tee party hier so voll zu gell, ey. Oh ja. Sehen Sie, sehen Sie. Ich就摔到地上就马上回。就希望不会摔到地上。那你就不要把它拿起来啊，把水装水过来倒就好了。就是那水管很方便啊。盖子上面有告诉你，请加入干净的饮用水源，所以就你加自来水是你的问题啊，你自己把它搞坏了。自来水也是干净的啊，干净的饮用水源要呛马桶水，干净的，他没写，他可能说明书里面有写啊，干净的饮用水，没有看说明书。说明书不用看啦、啊、说明书也要读一下新闻就对了哇水哦看呀你要喝几度的水里面的可以门都关起来呀、啊。好、啊。哇，这里要来，我们先来喝常温水。哎，不对啊，我都还没有过水。过水。啊，怎么过水？就是先让水流过整个管线啊。还有这个，先要做这个动作。啊，不是正常都这样吗？有这个按钮吗？没有啊，就是先让水全部。啊，过那个管线，你不就是出水，它就过那个管线了吗？嗯，啊，它怎么出水就没水了？我少做了什么事呢？啊，都没看说明书哦。嗯，说明书它一定要先告诉你说，第一次要先干嘛干嘛。还不赶快把说明书拿出来、啊？是这样吗？啊，就有水啊！说明书还没看就有水。啊，常温水不就直接过滤出来的水而已吗？那、啊、这个就是流经里面的管子啊！我只是把那边管子洗干净。对啊，对啊。第一杯要先倒掉。对啊，对啊。当然的。那常温水就直接拿去。哇！直接拿去水的那个过滤器装水，直接喝就好了。不是啊，我要洗嘛，你紧张。还没有给你喝、啊。发生什么事？撞车了。撞车这么开心。哇 ，Miss Fred 跟 Lois 撞车了！啊，我们先来45。哇 ，Miss Fred 挂点，他开到哪里去？爆胎了！你看轮子，后面轮子爆胎了。喂，你看这样才刺激嘛！哇，他们两个第一名、第二名啊，都相撞了，这还加5秒啊！对啊，因为他超出线外3次啊！哇，他们两台都爆胎耶，因为两台相撞啊！啊，他怎么还第一名、第二名？没有啊，一直往后倒啊！所以等于他们第一、第二名两个就挂点了。哎、欸，不一定哦，还有10，不到10圈呢、啊，7圈啊，六
六千啊。可是你要进去换胎啊。哦，人家一圈追五秒，没问题的。可以退啊，我们要来喝45度的水。哇，他们，所以他加热会有风扇的声音耶，因为他很热啊，要瞬间加热，然后散热啊。哦，45度的水耶。OK， 没有问题。再来，温水是55度哎，为什么？反正就有99、85、55、45，常温。而且冰水是15度啊，啊他刚刚一直说10度是怎样？他在那里瞎掰。15度。哦，就是这样撞到了，看到了。没关系，整个网络待会就会都是影片。泡牛奶，刚刚是泡牛奶啊。温水，快看，枪，快看，嘣，撞到，哇，他轮胎后面轮胎就爆了。再看一次，嘣，他怎么会是撞到后面的、啊？对啊，他怎么可以后轮撞后轮？根本不可能，两台都爆胎啊！对啊，那 Norris 这样子，可是 Norris 就退赛了，所以 Verstappen 还他这样子还能开回去耶！哇，那轮框都整个凹变形，满个赛整个赛道都烂掉，所以他现在是那个红旗还有黄旗啊？应该红旗啊，整个赛道都是东西，怎么开？对啊，应该要红啊！所以 Verstappen 回去换胎还可以继续跑，他还有机会啊。那红旗啊，就整个就还有机会、啊。可是现在又开始了，又开始了，那怎么那么快？好啊，我们接下来要来，哇，荧幕不见了，温水，快鸡鸡来喝水。我看你喝水。你要看我表演喝水吗？温水啊。哦，他是一开。一开跑第一圈还没跑完就已经弄流了，就已经下去换鼻翼了。怎么看不到东西好不好？怎么看不到东西？你说太黑了吗？因为我把荧幕调超黑。你看起来没有在做事。好笑。是。我是魔法师啊。55度哦，它还有 UV 啊，它的 UV 不能关掉。那、啊、就是你一按它就有 UV 啊。你要洗澡。哇，拉手意外获得要第一名。嗯。那个叫 ending。撞烂。最后三圈。所以 Norris 帮了 Russell 把 Verstappen 给干掉，哎、欸，这厉害啊！好、哦、是啊，所以就是跨车队合作，要找一个人故意去把他撞坏了。嗯，鹬蚌相争，五十五度，感觉55度才是我平常喝的温度，所以我平常都喝55度的水。所以你以后就只要按55度的就可以了。
没有啊，我要泡茶就要会按99度。哦，你要喝55度的水吗？我不要。啊，你不喝55度的水？你不体验一下？你喝完了，你待会。你说我待会再去洗澡？对啊。要去55度的水结束？那我要制冰，那我先制冰。现场有听到声音吗？为什么？现场太吵了。可是这个其实蛮大声的，没有特别注意。那你不用特别去听，就不会发现吗？没有，你把电视关掉，所有东西关掉，你就会听到呜。它这个风扇频率算比较高哎。你应该是顺热启动，它就会风扇就会响。可是也没有那个制冷啊，它制冷比较大声。这就是可能第一次开始，他不是说要几分钟？没有，他说要半个小时。他制冷要半个小时。哎，他风扇这边，像是浴室的那种抽风风扇的声音，比较高频。你可以自己换啊，换那个电脑风扇。嗯，那电脑风扇要3000块。啊，下一个85度喽。哇，两个一起更吵了。哎呦呼呼呼，然后真的呼，那整台机器像恐龙在叫。哇，85度，这不能喝吧？嗯，哇，这个疼疼。我们没有温度计可以测。嗯，你要去买个温度计。泡茶啦，那我去拿茶叶，我们来泡茶。